刚才突然肚子痛有个逆直流啊，爸射过来那个逆直流实际上有压力的，爸压到我肚子上面压到我肚子上面压到肚子上面就压了肠子压了肠子以后，肠子受到压力以后就产生了疼痛本身太阳上面就是压了以后有压力，有了压力以后喷出来，喷到肚子上，然后肚子上有了压力然后压到肠子上，然后肠子痛这连贯的也就是说，肺里在飞行的时候对前方目标有压力的，实际上在飞的过程有压力的好，知道了好，再见再见再见。